给果果做一个三明治，先摊一个鸡蛋，再热上几片肠，等会儿加三明治。三明治好了，好了，加点番茄酱，然后就可以吃了。果果非得要吃三明治，咱们吃这个鸡蛋灌饼。今天去超市回来，发现学校门口大菜场开门了。今天去那儿买点鱼，买点肉，不知道现在菜市场便宜不便宜。去买肉去。到菜市场了。这个菜市场前些天封了，然后这几天又开了，看看卖鱼卖肉的那个摊位开了没有。哎，小玉，我看鱼开了。嗯，走去看看。走去看看去，不知道多少钱现在鱼肉。那个有江船吗？多少钱？三。那个虾多少钱？两块钱都有。哦。虾多少钱？虾三十，然后江船13一斤，买一条鱼吧。行。帮我弄一个3斤半左右的。42块钱。买完鱼以后，刚才从那个牛羊肉摊位顺便问了一下，现在羊肉才36，牛肉38。过两天想吃肉了，来这儿买点牛羊肉，感觉价格还便宜了。嗯，我早就想吃涮羊肉了。比超市便宜很多，这是一个批发市场。一批多少钱？2块。2块啊。超市买一个这个。哦，这个在烤鱼里可以放吗？嗯，这多少钱一包？哇塞，这个3块一袋。3块一袋。嗯，这一共5块钱来。一共5块。这个多少钱？6块。姓蒜多少钱？1个价。姓蒜也6块。咱们买老蒜是不是？买点老蒜，买点姓蒜，再买点姜。一共14。这个藕多少钱？这个3块，2块。不要那个藕把子，你给我挑一个不是藕把子的。这个是不是行呀？需要这个。它这1.8块，1.8块，然后这个啥是多少钱？3.5块。1.8块，3.5块，5.3块。还要别原生菜不？要一个原生菜。原生菜。感觉现在肉还有菜的价格比前段时间便宜了。而且种类很丰富，什么都有，齐全了，以后再买食材就方便了。回家吧。嗯，回家做烤鱼吃。走，买回来了，现在回家就做，回家做烤鱼喽。哎呦，你小心点，这个姜团特别滑。现在有将近10万粉丝的大 V 在直播呢，直播做烤鱼呢。现在烤鱼已经烤上了啊，看小月已经开始烤上了，把菜码一炒，然后等会咱们就烤鱼已经烤好了。先把这个配菜放一部分放在盘子里。烤鱼做好了，你们看看，这么一锅。可乐，你看上一次就是不用那个不愿意吃，这一次还是不吃。你看，我妈吃的特香。别笑我呀！番茄吃不？吃不了，吃不了。